娘我把心上人含着眼泪带着微笑，对吧？他唱歌要吸气，就对对，像那个于天于大哥是属于这个腹腔共鸣，腹腔共鸣，腹腔共鸣，还有别的，像比如说胸腔啊，胸腔是唱到比较低音的，对对，励志。哎，那个谁，那个郭金发有没有？郭金发不是励志啦，我还叶子妹的，是，胸腔的共鸣，是是。小弟郭金发哦，为各位带来这一首《小霸掌》哦，来，小霸掌，来，唱一个。坦白把人白分来自坦白